导演吴念真的儿子吴定谦曾获金钟奖男配角的提名。我一直很喜欢跟自己生活很贴近的戏，而跟他演出的电视剧还有舞台剧比起来呢，吴定谦真实的感情生活还真的是一点都不逊色呢。嘿嘿，两个人甜蜜合照还开心掩嘴大笑。照片左边的这位女孩小怪啊，在电影圈工作，不久前在一场试片会上认识了吴定谦，两人一啪即合，还超浪漫的一起在公园看星星呢。他们俩感情急速升温，吴定谦还三不五时的和小乖甜言蜜语，而且内容超级屎不精。哎呀，被榨干，哎，这都只是最基本的哦。精力旺盛的吴定谦三不五时就想要，他不但身高183，就连欲望都高人一等。除了要对方一直高潮之外，也想看他 DIY。只有文字当然不过瘾哎，吴定谦还把自己的。传给了对方，还跟女方说他好想一直疯狂，而且他说他最喜欢听到女生热情的回应，最后再加码照片一张。你只是害怕承认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交往的四个月期间，吴定谦一直坚称自己单身，但在十月初女方却发现演技精湛的他原来对劈腿也很有一套，要么是讯息已读不回，要不然就三不五时说工作忙然后人间蒸发。原来这些老梗都是劈腿的幌子了。吴定谦呢，一直都有个正牌女友，而最后小乖也在 LINE 上跟他摊牌喽。谁说的？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。